是喝音响吗？不是。因为这个刚刚摄影师走过来的时候，他说这个景不错啦，说叫我们在这里拍就好了。那我们今天保修一季拍到底要介绍什么呢？今天的保修一季拍要介绍的就是史上最泯灭人性、惨无人道的终极大测试。是什么？把法拉利撞烂吗？把法拉利撞烂那是事故现场，好不好？那个不是保修一季拍，那不是这个单元的啦。我们今天啊，那个惨无人道的这个测试呢，是要做第四代的添加剂测试哦。第四代添加剂测试，添加剂也有惨无人道的测试啊？对呀、啊，就是搞不清楚这是谁想出来的。嗯，好，那我们就马上把发明这个泯灭人性、惨无人道的测试发明者，好不好？给介绍出来，好不好？好，就是我们鼎鼎有名的胡须张友祥先生。大家好，我是胡须张友祥，我又来了。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南台湾的真便宜汽车精品生活馆。友祥大哥、听说你今天有一个惨无人道的测试哦，那跟真便宜汽车精品生活馆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哦。大家都知道真便宜汽车精品生活馆呢是位于南台湾屏东这个地方，屏东是台湾的最南端的一个县市。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把引擎的添加剂放到引擎里面，汽油添加剂放到汽油缸里面，然后冷气系统护理剂呢就放到冷气系统里面，然后做一个测试哦，把引擎的机油漏光，然后贴上封条，从屏东开回台北。喂，有香大哥，你卖欧贝恩好不好？大哥，香哥没事掉。哎呀，他生病了。啊，没有，你在屏东你要把他那个机油漏光开到台北啊？没错。那可能太夸张了啦。不会夸张哦。不是我讲的哟，怎么找路人来问就知道。好啊，不好意思，后面那个穿白色衣服、红色内裤的先生，对不对？这是你的，不好意思，穿红色内裤的。李总，我知道我穿红色内裤，但是旁边有花纹。跟我长得很像哦。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你一下哦，这是屏东吗？没有错。那我再问你哦，然后把你的车子哦，现在机油漏光，然后从屏东开到台北，你觉得怎么样？凶悍吧。他蛮好笑，你看连路人都觉得是不可能笑，哪有可能啊？其实我也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我很想这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做一个测试，就是说第四代添加剂呢对引擎的保护到底有多重要。今天的测试有几个地方我了解，可是有几个地方我很不了解。那怎么说呢？我了解的地方就是说呢，我们从屏东开到台北，然后使用了那个第四代的引擎添加剂，对不对？是的。然后把加引擎里面弄一弄，然后把它漏出来。开到台北这个合理，我了解，为什么知道吗？看那个第四代的引擎添加剂能不能保护引擎吗？没错。可是为什么要加那个汽油添加剂跟那个冷气维护系统呢？那很简单，我们都知道从屏东开到台北呢少说也有三四百公里。那在三四百公里的路程中呢，我们尽量的说测试更多的东西出来，譬如说燃油添加剂它可以帮我们省下多少的燃油，然后冷气系统护理剂可以让我们的冷气冷度维持低温，然后还有它的保护引擎的保护压缩机的效果，减低引擎的负荷，这样子我们一路上呢会更平顺更有保障。那是一定要的啊！你这样讲我就明白了啦。好，那我们今天就有请胡须张友祥先生来为我们进行今天的那个惨无人性啊，惨无人道、泯灭人性之屏东至台北无机油无敌大测试。我是说好是你开吗？怎么会我开？这有危险性的，如果在中间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怎么会是我呢？说好是你开啊！是我的，哪有事？其实是你。真的吗？对。透过真便宜汽车精品生活馆师傅的巧手，开始帮胡须张友祥大哥的 IG 添加新一代机油添加剂，眼看机油一滴一滴的泄漏，现场所有人的情绪也跟着紧张起来。我要出发了！友祥大哥，等一下，你要出发了？是机油漏光了吗？机油灯都亮成这样子了，机油灯亮得那么的闪烁，对，还是要检查一下啊。好，那我把引擎盖打开，对啊，检查一下吧。我检查一下好了，不然被他骗去了怎么办？对不对？我这个少男的情怀，不是，
机油尺，先把它擦掉。好，啊，这是一滴机油都没有啊！这护栏太大，这引擎不保啊，太可怕了，还在运转啊。哎，迷你啊，啊，我把它那个引擎盖贴起来，让它不要有那个加机油的机会，好不好？好，不要给它加机油的机会。把那引擎盖贴起来，对，把它封起来，那就没办法，没办法在半路给我偷加机油，不然万一它在半路偷加机油怎么办？对啊，我们不要让它有那个机会。把它粘起来。好，好，好啦，有熊大哥，有熊大哥，路上小心啊！要小心哦，我把引擎盖贴起来，不能偷加机油，好不好？出发！为了怕胡须张有熊大哥作怪，我们邀请陈店长为我们签名见证。这一群人真的要无机油开回台北啊，真正是笑了。有五家嘛，加到滴出来，滴出来哦。等一下，这不用再加很少。来一个已经刷，加满油，贴封条，签名，哇哇哇！四百，二十五。在众人欢呼与期待下，无机油400公里长征队终于从屏东上高速公路喽，展开漫长又惊险的旅程。各位观众，我们现在从离港上二高391公里速上二高，就要开始我们的无机油测试了。我们都已经贴上封条，希望这次我们可以成功。斜张桥就在前面，正前方。我们现在在二高上面，我们的时速维持在110，好，转速3000转，现在水温正常。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外面，我们是从离港出发。1点钟，希望我能够非常的顺利。我们现在已经到进入隧道了，我们维持时速还是在110公里左右，转速大概在3000转左右，依然是无机油的状况。过我们第一个收费站田寮收费站，加满油到现在是23公里，好，现在水温的话还依然的非常的正常。好，第一个收费站田寮收费站，收费站的，大概我们运转的有53公里，时速都在100公里以上。这是暴雨吧？对啊，这个是啊，哇，现在雨下的特别大，刚才路上看到了3-4辆的抛锚车。第二个
下一站就快到了。那现在一切都还是非常正常的。第二个收费站，善化收费站。当时非常晴朗的南台湾，现在呢却下起雨来了。不过也还好啦，这样子对我们的一路上的旅途呢，增加很多的变数。哎呀，有点冷啊！哇，现在雨下得特别大。刚刚在路上看到了三四辆的抛锚车，啊，这在这个天气抛锚，真是非常的难过的一件事情啊。好，我们现在要进第三个收费站哦。这个雨势非常大，刚刚路边的车哦都一直坏掉，我都可以看远处都有那个脱掉的车哦。好，在那边，好，所以我们这时速没办法很快，哇，这个雨真的很大，积水非常严重，都一直滑来滑去，滑来滑去。啊，我们准备进第三个收费站。啊，这第三个收费站应该是搞不清楚呢，很少走这张呢。第三个收费站是白河收费站。啊，这虾米啊，乱转。这样不好。隧道里面，哎，这个有开了100多公里了，相信应该破台湾的记录了。接下来向300公里出发 ，Go！ 我们现在到第二个休息的地方叫做清水服务区，二高是173公里处。裙子飞起来了啊！不是啊，没有了。我们现在到哪里了？现在我们到了台中最优美的休息站清水服务区。清水休息站啊，没错，清水休息站超有名的。这里要是看夜景、烤肉、合家来去合海。哎、啊，不是，不是旅游，不是旅游节目来，不是旅游节目。我们开几公里的？228。哦，我们从屏东出发到现在已经开了228公里了。哎、欸，那怎么还没炸呢？奇怪，请问这位先生应该要炸了吧？你怎么可以这样讲的啊？你在里面炸了！下，讲清楚，说明白，为什么还没炸呢？这太离谱了吧！哎，重点是这台车真的没机油，你们看签名还在 ，This is sign， 对不对？别说那个，我讲坦白的好不好？嗯，这有点离谱的感觉。其实这个应该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啊。清水最有名的哦。哦，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北部的范围，我们现在要进的是龙潭收费站。我已经跑了300多公里。
它出收费站的时候，我来做一个比较大胆的测试，因为快到台北。来喽，翻转速度高。声音又比较大，来，林潭可爱的南台湾，刚好回到快到台北了，大概剩30公里，车就开始变多了，这个空气很明显的感觉。要经过碧潭隧道，堵车，堵车，一直堵车。我们现在终于下了南港交流道，北二八南港交流道，然后我们现在要接环东大道到内湖，目前大概开了393公里，然后我们就可以到内湖的加油站。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油耗表现，还有我们的机油的封条啊，打开，那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目前看起来我们的这个实验算是非常的成功。400公里，我报一下，我报一下，我报一下，我要等你。哎哎哎！好感动哦！哇，好感动，好感动！连机油的竟然没抛锚，有机油抛一堆，太没天理了。在出发的时候，我们想说这部车应该在上高速公路5公里内应该就报废了。结果竟然一路路上又很多路况，下大雨、出太阳，出下雨、出太阳。我们在路边还看到很多抛锚的车子，真的。一台没机油的竟然没抛锚，有机油抛一堆，太没天理了。所以说，讲实在的，我很惊讶，你知道吗？你看哦，空调还是在，那个字完全是一笔带过的。然后里面加油，里面加油，这个字一笔到底，因为这个是下雨的时候吹的。啊，这里一笔到底。好，我们来测测它的油耗了。哦，这还要再继续录哦。我从早上9:30录到现在6点了。油箱大哥真的拼了。现在就是看看我们跑几公里，400公里整。为了要测试油耗，所以我们要加油。这时候我要做一个神圣的工作，啊，我要把这个空调拆掉喽。没错，因为那是我贴的，所以我来拆。好，李江，麻烦你了，来加油啊！不好意思，我们要加油。那个柴油加到我们，啊，不是，不要乱加。95吧。95加满，是的，到。好紧张哦！对，要滴出来哦，要加到滴出来。帮我加到最满。而且这段好油要涨价，对不对？要涨0.2块。啊，要涨0.2块啊！哇！我觉得好紧张哦，会不会油啊？我也很好奇，400公里，我会不会创下纪录啊？来到了600块，62公升。现在来到了670块，680块，680块，710块，710块，720块，720块，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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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帮我加油门出来好了啦，加到满出来。
拿出来。加到八百块好了。对啊，不然他加满漏两滴。准备了，要多一点，多一点 ，OK 的啦 ，OK 的啦，用力啊，没关系啊，年轻人不要怕，就给他加下去啊。七块，加了827块的话，我看一下，我们400公里对不对？然后当当当当，400公里，827除以400公里，等一公里只需要2.0675点泡面，2.2块钱，没错。然后他说400公里，我们花了829.553等于。一公升可以跑13.5，没有机油，没有机油还可以跑一公升。接下来呢，我也一镜到底来检查这个机油好了。哦，好来。但要检查机油要带计算机吗？不用了。哦，不用。啊，这个给咪咪猜好了，来，咪咪咪咪来。我们来看哦，我们在南部屏东那个。曾便宜，请那个曾便宜的陈店长帮我们签了这个名。陈店长也来喽。陈店长。陈店长。先让两个签名，好，我们把这撕开。好紧张哦，历史性的一刻哎。用力。用力。Mission。哦哦，你看他。啊！撕掉，他没有死。没有了。好了，我们把那个。引擎盖打开。引擎盖打开，看。看你会不会给我们偷到机油，好不好？看看他有没有，看看他有没有偷到机油。好，都一进到底哦，好，引擎盖打开。多做点，都很兴奋。来，我开始来计算一下，修这根琴要多少钱？啊，不是，还没有，来，我看一下，还有机油。好，我们先把它擦干净。这是卫生纸，有没有？再一次，来，我们是擦机油口，看一下，来，再次，再次，再次，机油口，擦进去，拿出来，好停，这个，好干哦，一滴都没有，连油渍都没有，怎么可能？哦，这引擎还能发动吗？这个我相信应该还可以，还可以哦，开始，引擎，引擎坏掉呢，就是坏掉了，哦，就不会动了嘛，都不会动，哇。实在是太离谱了！你看哦，耗油量的话呢是那个13公里嘛，一公升13.5公里嘛，对不对？对。然后那个没有机油的引擎跑了400公里嘛，400公里从屏东上来台北呢。哇！可是油箱大哥还有一个东西你没有弄，冷气啊，你不是有吃一罐冷气吗？对，冷气。啊，你又把它熄火了哦。没关系，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我们刚刚已经熄火，不过呢，我们可以开，还可以看到现在的温度是，温度计上还是冰的，温度计还冰的，已经熄火了，好像是12度，哇，不要摸，不要上升了，神经病，哦，熄火22度嘛，对不对？哦，要你摸一下变20度了啦，对不起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今天的气温实在很高，一拿出来马上就上升了，我们刚刚拿出来有快到是10度左右。不过没关系，冷气的部分我有一个见证的，就是我们的工作能源，能源，安妮先生，那个拿摄影机的过来一下，没关系，拿摄影机过来。各位工作人员非常辛苦，他刚刚在车上啊，我们在车上录的其实就是他，所以我们这个在行进间呢，其实车上是两个人，两个人，那个沿路跟拍。冷气会冷吗？蛮冷的，蛮冷的嘛，没错。因为没办法，刚刚被咪咪摸一下，变20几度了。啊，哥，对不起啊。那冷房效果 OK， OK， 真的对不起。OK 了，就对了啦。哦，所以这次的测试，我觉得你应该体会最深，对不对？没错，因为我都在车上，所以各个的感触、各个的路段，相信我应该都是非常印象深刻，非常印象深刻。总结来讲的话，你觉得这个测试夸不夸张？相当的夸张。相当的夸张，对不对？不过我们今天是一镜到底哦，从早上9点半录到现在已经快6点了嘛，对不对？对。哦，好，非常好。今天的第四代添加剂，惨无人道、泯灭人性的无敌大测试，果然成功啦！不过，还有啊，加
假如说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对这个游翔大哥哦，他那个第四代添加剂还有别的问题，还是你对这次的测试特别有兴趣的话，麻烦你上下游翔大哥网站在这里滴滴滴滴滴滴滴，拿摄影机就不用啊，好不好？有什么问题问问游翔大哥，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保修危机派到这里就正式的宣告下台一鞠躬。